从新西兰回来，我停下了一切的工作，躲在亲戚家。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晚上有一份在工厂里当保安的工作。先生，我先走了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创作最好的时间，也是我回想过去最好的时间。现在我感到很轻松，非常的轻松。没事，要有事怎么办啊？这么小路你怎么开啊？啊！下回开车小心点儿。下雨。
记得那次我失了又见，把你护在我心跳的这一边。